来看，咱伫日本的这入住危机，好像有些移民伊伫日本的这旅游本因房的慰问证内面，以这三成一百成绩啊，拍退了这日本的棋手来五连霸。有那漳州第一得到这啊日本名古屋这啊旅游本因房的这棋手。二十四号在日本棋院的这场棋赛，谢一鸣在五局对弈中以三胜一败成绩打败实力坚强的挑战者向井千英，成功卫冕女流本因坊头衔。得到家己竟然同时写下五连霸纪录，也同时成为日本首位名入女流本因坊。谢一鸣赛后表示不敢相信，女流本因坊赛这个是女孩子的比赛，算是历史最悠久的比赛，那能够拿到这个名誉。真的有点不敢想象，不过还是为了这个结果非常开心。二十二岁谢一鸣是台湾苗栗人，隶属日本棋院的职业棋师。2007年起，先后摕到旅游名人证，也佮有旅游棋圣证的头衔，是日本女子围棋界头一位同时拥有这三项女子头衔的棋师。即阵更加成为日本头一位名入旅游的本因坊。压力的话，多少还是会有的。不过，就是赛前就是告诉自己不要想太多，反正。每一盘棋只要下好就台湾如果日本国手林海峰也把提下五四天元，得到终身名入天元。谢一鸣表示，今后会继续努力，行好每一盘棋。未来目标会放在无分男女的世界棋赛，争取更加好成绩。记者曾合报道。